这个叫尊，是尊敬的尊，是一种酒器。这个呢，应该是三星堆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件青铜器。大型的大孔尊旁边有两件方尊，是圆口，一个是方口的两件方尊。方口的这种容器在三星堆也是发现非常少的，方尊这个是第一个。这件青铜器呢，有点像那铜坛，它有好几个部分组成的。这个是全新的一个器型，可能是这次发掘最大的亮点之一。这一件就是一个铜人像，这个坑里目前已经发现了十几个这样的铜人像。这个呢，它是一个铜人顶着一个铜尊的器物，这个是非常震撼的。这上边这黑黑的是个玉琮，下边是一个玉凿。左下角这是一个石格。沙窝坑里边呢有很多这个跟建筑有关的，比如有红烧土啊，甚至还有木柱的朽痕。这个是个跟其他坑不一样的地方。这窑坑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木箱。现在看着有很多这种金箔，有的是圆形的，有的是长形的，而且呢，这个分布好像还有些规律，而且每一个这个金箔的薄片都有一个圆孔，但是有待于全面的把它揭取。宽鼻，阔嘴，然后它菱形的这种眼眶，正好跟青铜的这个立木都能够相匹配。它的整个这个体量，我觉得已经远远超出一期的这几个金面具。数千载，重启发掘再探秘。欢迎收看新闻频道直播特别节目《三星堆新发现》。1986年，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首次大规模发掘，举世震惊。近400件一级文物在一号坑、二号坑露出了真容。造型奇特的青铜纵目面具，制作精巧的青铜大神树，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黄金面具，惊艳了世界。35年后，三星堆大规模考古发掘再一次启动，新发现了6个坑，包含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昨天在我们的特别节目里，新发现的6个坑悉数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我们先来看一下3号坑，上新的三星堆果然不负众望，3号坑向我们展示了它超强的出货能力。大口尊是有枭形纹饰的圆口方尊，不确定是跪坐还是站立的顶尊铜人像，带彩绘的青铜人头像、青铜大面具，还有考古工作者眼里的奇奇怪怪青铜器，他们的面饰显示了3号坑的实力担当。我们再来看4号坑，在昨天的直播当中，我们看到考古人员从4号坑里提取了一件玉琮。此外，4号坑发现了大量的象牙，考古人员对其中一根象牙进行了清理准备，计划在今天提取。我们再来看一下5号坑，5号坑的面积很小，但是器物不少，大量金饰品的发现以及一个金面具的提取，让5号坑不同凡响。金灿灿，光闪闪，5号坑的多金让人们好奇，3000多年前三星堆人为什么将那么多的黄金制品放在了一起。我们再来看一下6号坑，6号坑昨天给人的悬疑感最强。6号坑发现了一个木箱子，这是此前1号坑和2号坑都没有出现过的。这个箱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消息公布，网友立即展开了猜猜猜。
甚至有网友脑洞大开，认为箱子里藏着某个三星堆先民的私房钱。当然了，猜归猜，这个谜底不到箱子打开并且清理完成，谁也不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七号坑，七号坑和六号坑存在打破关系。打破是一个专业术语，通俗的说就是两个坑有部分重叠。正因为这样，考古学家认为这两个坑的年代可能不一样。七号坑呈现了整个土层的剖面，可以看到当时七号坑回填土的情况。目前七号坑还在挖填土的一个阶段。我们再来看一下八号坑，目前在八号坑发现了一些和建筑有关的痕迹，包括红烧土。昨天我们还见到了一件大石戈。八号坑是目前面积最大的坑，也和此前出土过金石发现的二号坑距离最近。金属探测显示，八号坑的底下可能埋藏有大量的金属器物，因此八号坑给人的期待也非常的大。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新发现的六个坑已经出土了500多件重要的文物。我们现在马上就来连线正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大棚内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赵晶。赵晶你好，赶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发掘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新进展吗？好的，春燕，我们现在呢是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大棚内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报道。那么在考古发掘舱内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考古人员正在紧张而忙碌地工作着。那么目前呢发掘进展顺利，截止到现在3、4、5、6这四座坑已经发掘到了器物层，七号和八号坑呢正在发掘填土。那么其中的五号坑是这六座坑里面面积最小的，大约呢只有3.5平方米，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也是出土金器最多的。考古人员正在五号坑内呢来清理圆形的金箔片，同时考古人员呢也在五号坑内发现了有纹饰的小型的象牙制品。此前啊，在五号坑内是提取了金面具残片，目前呢，这个金面具残片正在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由专家进行进一步的修复与研究。昨天下午呢，就在四号坑内是提取了一枚玉琮，琮呢是外方内圆的玉器，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器之一。那么昨天在这枚玉琮提取之后，在现场的实验室文保人员呢也经过了初步的观察，文保人员告诉我们说，从初步的观察结果来看，这枚玉琮的表面呢有经过灼烧的痕迹，但是表面是否还有其他的纹饰，是否还附着着其他的物质，有待进行进一步的清理与检测分析。那么35年前1986年发掘的三星堆遗址的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最上层堆叠的都是象牙。而这次呢在四号坑内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这几天来啊，考古人员一直是在对坑内的象牙呢进行加固和保护的工作，而今天有望从四号坑内提取一根象牙。我们再来看三号坑，在三号坑内呢已经发现了大量重量级的这个青铜器，它们呢有的是器型巨大，有的是造型奇特。在三号坑内呢，考古人员还发现了青铜神树的部件，也就是树杈的部分。目前在三号坑内呢有望提取一尊铜尊，这个铜尊呢也可能是迄今为止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最大的一个铜尊了。而目前呢考古人员也在这个铜尊的表面套上了硅胶制作的隔离层，同时呢进行了这个套箱的处理，在箱内呢还要填充保护物。那么今天呢也有望从三号坑内提取这座铜尊。有关考古发掘现场的最新的进展，我们也将继续在现场为大家带来直播报道。春燕。好，谢谢赵晶。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三星堆考古直播的现场。今天我的同事朱广权请到了1986年那一次考古发掘的领队，以及本次发掘的一线的考古工作者。那现场有哪一些新的进展呢？广权，现在把时间交给你。好的，春燕。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距离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不到50米远的三星堆遗址公园，继续为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三星堆新发现。刚刚春燕已经提到了，今天呢我特别荣幸地请到了三星堆遗址1号、2号坑的考古队的领队陈显丹陈老师，另外呢还有我们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的队员4号坑的负责人许丹阳，我们4号坑的坑长，特别年轻，是一个95后。对，陈老师，您是86年参加三星堆1号和2号坑的考古发掘的队员，35年前，小许现95后，现在呢是在我们现在的三星堆遗址发掘的现场来担任一个4号坑的坑长。那二位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们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的一个接力和传承，是不是这样，许？是这样。自新中国建立70周年以来啊，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经历已经做了有几代人，那么第一代人呢是作为我们的老师，在60年代初期呢，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发掘。我呢和我的同事啊，我的同辈们，作为第二代人，在80年代的初期开始对三星堆遗址啊进行发掘。现在呢，我们参加发掘的人呢已经是80和90后了，对，应该说是第三代人了啊。第三代人发表一下感想。我最早呢了解到陈老师的发掘呢，只能是通过课本里，然后没想到35年已经是这么久了，就是作为三星堆考古的第三代人，然后现在能坐在这里和陈老师一起站在他曾经奋斗过的地方，是非常的兴奋，很激动，很高兴。那二位觉得过去和现在，比如35年前和现在考古工作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陈老师，35年前呢，我们就在目前我们转播这个地方啊，这就是我们曾经发掘的地方。遗址公园。这里对遗址公园，这里我们在这儿发现了4000年以前的遗址，嗯，包括后来的这个1、2号这个坑。那么当时的发掘条件呢是真正的野外，没有任何的设施设备啊，我们就是在农民那儿家里去买一点那个竹子，把它破开，然后再买一些这个稻草或者是麦草，然后搭成个简易的棚子，既作为我们休息的地方，又作为我们的工作棚。太阳大的时候，我们把台子那个就在那个简易的那个棚子里边把那个坑盖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是当年工作的场景，是吧？这个照片。对，这是左边。我们当时是2号坑的。这是二号坑。86年2号坑的啊，那个时候呢，咱们就是一个土坑。看到同龄人现在正在这个同龄人，对，当时是砸成两半了啊。那个时候就没有我们现在有先进的设施设备，又有这个大棚，大棚里边又搭到这个方舱，还可以恒温恒湿，所以他们第三代的这个发掘是很幸福的，也处于一个黄金的时代。小姐，听陈老师讲起35年前的发掘，确实是非常的感慨。因为现在呢，我们本次发掘不管从设施设备还是发掘的技术方法来说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创新。我们现在有保护大棚，然后每个坑上面呢都有恒温恒湿的工作舱。我想呢，还有一点不同呢，就是35年前呢是被动性的、抢救性的发掘，现在呢，我们是有充分的条件来进行主动的发掘。我们可以预设课题，我们可以在发掘现场呢同步进行保护，多学科合作，多团队合作，这是非常大的不同。当然呢，我想也是有一些基本的或者说根本的一些考古的精神在里边，比如当年陈老师他们老一辈的考古人深厚的爱国情怀和非常坚强的学术志向，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科技在进步，在发展，但是我们的精神是不变的。对对，还是考古精神要坚持。那1921年，我国开始对仰韶文化进行考察，那个时候我国现代考古学就诞生了，到今年正好100年，所以，这也是百年来代代传承，可以说人才辈出。我们也希望它能够不断的发展。好，下面呢，我们就正式进入考古发掘的现场。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在大棚内有四个考古发掘舱，3、4、5、6、7、8号坑就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现在跟随着我们的特种设备天鹰座有线索道摄像机，我们缓缓地走进4号坑所在的发掘舱，就像穿过层层迷雾，揭开神秘的面纱。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4号坑的全貌。昨天因为有很多的保护层，我们看不到全貌哈。但是今天我们正好呢，看到4号坑呢要进行部分保湿纸和补水毛巾对象牙保护的一个更换，所以呢就可以暂时呢把文物上面的保护层揭开。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可以通过摄像机的镜头，近距离的来观察这些象牙。来问一下小许，为什么要更换保湿纸和补水毛巾？大概多久要换一次？因为我们这个可以看到现在的象牙呢，上面很黑，是被一层灰烬所压着呢。灰烬的含水量非常的高，我们为了保持埋藏环境和出土环境的平衡，所以呢就要进行保湿，上面呢有保湿纸。但是保湿纸呢，因为湿度比较大，时间长了有可能会产生霉菌和微生物。霉菌和微生物的繁衍呢，会不利于象牙的保护。经过我们的检测和分析，经过多次实验呢，就是毛巾和保湿纸大概4天换一次是比较好的，有利于象牙的保护。今天呢，正好是第4天需要更换。哦，就是相当于给象牙换保湿面膜。对对，是这样子。啊，我们所看到的象牙呢，大家看到都很黑，是吧？嗯。实际上它都。是这个灰烬层在铺在上边了。另外呢，这些象牙呢，在入坑之前呢，基本上都被火烧过的。所以它有些地方呈的黑色的话，本身就是被火烧过的，有些是被灰烬给浸进去的。我们现在看到这是我们的考古工作人员。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象牙，当然周围还有很多，它是铺了一层啊，还有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器物。那现在小许，我们整个4号坑的工作进展是到了哪一步？我们4号坑呢，是从2020年的10月9日开始正式的发掘，至今年的1月14日把填土清理完毕，然后从15号开始到3月2日，把这一层灰烬层清理完毕。从3月15号到现在呢，我们就在进行文物的提取工作。现在文物是逐渐的在进行提取，正在进行中。那数量大概有多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象牙呢是有37根。哦，37根。嗯，咱们在整个的发掘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对它的扫描记录，是吧？对对。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断层扫描。哦，现在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小许？这个还是填土在清理过程中的，就是一次阶段性的扫描。哦，来，再看下一张，刚才是10月份，10月6号、10月26号。对，这也是这个分了很多区。对，我们是按照这种分区划成小格子进行发掘，也是填土发掘过程中的，就是一次阶段性的扫描。特别像咱们装修的那个示意图格的。这个呢就是已经开始可以看到下面的灰烬层了。画面中显示的黑色呢就是灰烬层。这个是把填土已经完全清理完了，然后器物已经暴露出来了之后的情况。这是整个发掘进程的一个全记录。对对。这张就看得很清楚了，看得很清楚了，就是遗物已经完全的就是展示出来了，基本上看上去打眼一看全是象牙，对，铺满了上面的第一层。这是一个准备要提取的象牙，一会儿我们可以关注这个象牙的一个提取的过程。那
陈老师，我们看所有的象牙都是烧灼过的，有烧灼的痕迹。对，为什么刚好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一号跟二号，还有昨天我们一看了三号到八号，都有这样的焚烧打碎的这样的痕迹，这是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个目的呢，它是出于一种宗教意识，古时人的一种崇拜天神的一个表现。嗯，因为要想把这个祭品啊送给天神，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在咱们中国的古代，不管是中原还是其他地区的，都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堆上柴火，把这个东西啊要祭的器物啊放在柴里边烧，这叫做就是钵燎祭，就是燎祭，用火烧，火烧的越旺，烧的越大，那么以气达之于天，那么天神就会收到他的祭品，所以他要把它烧了之后呢，还得把它砸碎之后呢，咱埋在坑里边啊，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祭祀他的先祖先王，包括天地之神，所以采取了这样的方式。所以关于一号二号坑的这个年代特点性质成因等等，有很多的理论和解释体系哈，但都只能是推论。我们希望能够随着三到八号坑进一步发掘的深入，找到这些坑之间的联系，也许会融入以前的理论体系，也许会推翻以前的理论体系。当然我们都是期待着进一步的进展和新的判断哈。那陈老师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一号坑二号坑堆叠的方式和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四号坑的堆叠方式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所现在看到的，不管是三号坑还是四号坑，它的堆叠方式呢，跟原来发现的一二号坑呢基本相似。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二号坑的堆叠方式的虚拟图。对啊，我们这就是第二层的啊，这是最先扔啊，最后扔的一层，就是最后投象牙。哦。第一最先呢是投小件器物和那个一些大件器物的零部件。哦。第二层呢就是第二。再投大型的清理器，最后来投放的是象牙，它有这么一个顺序，就是最上一层，对，最上一层象牙，也就是最后，下边是大型器物，也就是最后投下去的，然后底下是小型的，最下边呢是小型的，就是最先扔下去的是一些零部件，我说的是，比如说神树上的一些树枝零件，一些青铜器上的一些装饰品，还有一些玉器。那跟现在我们发现的三到八号坑，您觉得这种堆叠方式有一定规律吗？也是有一定规律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三号坑，现在我们目前看到的三号坑，和四号坑，它最上面一层也是象牙，那么象牙下边呢，压着是大量的青铜器，青铜器下边也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做完，做到最后，我想，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是相似，到了下边也不会例外，所以它基本上都是有规律的，不能，咱们从一号坑到八号坑。它的方向，它的方位啊，都是一致的，基本上都是朝着这个古书人的祖先史书记载，就是祖先啊出来的地方，就是岷山，我们西北方向的这个岷山，所以呢，它的整个坑的排列和这个方向都是一致的，都是有规律的。许队，这个是一个玉璧。对对，现在我们看到呢是一件有领玉璧，现在通过画面就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是比较光滑的。有领玉璧就是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个檐儿是它的领，是吧？对，就像衣领一样。对对，立领，立的，对，中华立领。对，这个孔呢，我们叫它好孔，就是非常的直，也是领是比较高的。出土的时候呢是乳白色，现在看到呢是有点偏灰褐色，就是被象牙以及上面的灰烬所浸染的结果。那现在我们看到它是残破的，还是说被压住了另一半？能确定它是完整的还是残破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半呢，就是已经是残破的，就是在埋藏过程中或埋入之前呢已经破碎的。但是在另一边呢，另一边是被象牙所叠压，我认为呢有可能就是能够完全复原的，这是对。陈老师，之前二号坑出土过类似的玉璧吗？也出土过，类似的玉璧也有，但是呢，就是这一件呢，相对来说比较大，它的制作工艺呢，在打磨上呢也比较好啊。另外，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玉凿，就是昨天上面是玉琮，对，上面有个玉琮，提取走了，其玉琮的那个痕迹还在。那么这个玉凿呢，也是
古蜀人的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玉藻。嗯，一般来说这是工具，但是呢，它做成一个玉器，作为一种是作为礼器了，嗯，来祭祀他的先王啊，或者是先祖的来用了啊。包括刚才的玉璧也是礼器，就周礼不有苍天苍璧补天，蝗虫补地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了有虫。有璧，说它是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做。在中国，它玉器它不是有六瑞嘛？璧、龟、中章、黄、圆啊，这个六个它各有各的用途。比如我们刚才都说以璧，这个以虫，这个黄、龟、章哈，这些分别它礼天礼地哈，这些它有自己的一套啊，对，礼天地四方它等等这一系列的。所以呢，在祭祀里边呢。活动里边这些玉器、玉礼器，应该叫做是不可少的、哦，现在我们好像看见了一件青铜器。哎，许队，这是个什么样的青铜器？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这是一件非常可以说非常神奇的青铜器，因为我们刚刚把它揭露出来的时候，它露出了一只就是像鸟爪一样的东西，然后边上呢还有一个长长的一条有凸龙纹，我们原来呢以为是一只青铜鸟，就是有爪子有尾巴，但是随着进一步的清理发现它的鸟那个爪子，就是我们原来以为的爪子有点像人手，就反而不像鸟爪。哦，这个对对，这个我们昨天在这个坑里，因为遮的没有看到，这确实像一个双手合十的人手。对，反而就是像双手一样就合十，但是又没有贴在一起。然后上面的指甲我们还是能够很清晰的看出来。哦，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不太清楚它是什么了，因为它的头、身子和尾巴吧，如果是鸟的话，还一部分呢是被象牙所叠压，只有等象牙提取之后，我们才能把它的全貌给揭露出来，有可能判断它到底是什么。陈老师，通过这个纹路和这个人手的形状，疑似人手的形状，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具？从整个形体来看的话，它应该还是一个，就说像一个人的。整体像一个人的，因为在这个坑里边吧，我们在一号坑、二号坑都发现，就是人与鸟相结合的哈、哦。咱们这次三号坑里边就看见啊，人有顶针的顶到上边的。那么这个人，他又与什么相组合组成一件，我们就说难以想象的一个比较神奇的一个物件。但是总之呢，它肯定是与它的这个宗教信仰崇拜有关的，啊，所以把神的这个意识可能都在家的里边，把它创造出这么一个，怎么说？这两天大家说的奇奇怪怪，奇奇怪怪的，这么神神秘秘。但是呢，我们做考古的呢，咱们还是要以根据考古最后发现的它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咱们再给它定名。我们也期待着。露出全貌以后，对，判断出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长条的这是一个长条的青铜器，是吧？对，这是另一件铜器。是另一件还是有可能跟刚才那个是配件？这是另一个位置的一件。那个位置。对，就是和刚刚那一件就是疑似铜的铜鸟尾巴，就是很像。很像。对对，纹路也很像。纹路也一样，是刚刚那一件的一部分，还是说是另外的一件？现在还不太好说。但是位置呢是稍微有点差距离，大概隔了个四五十厘米呢。陈老师有话说，陈老师觉得，他这样，这个呢，现在说不清，他是，应该从形式来说，他应该是一件的，但是因为他是扔在坑里边，是砸碎了再扔进去的，他有可能是两件，有可能是一件，是一个这，对，就待发掘以后，我们期待后面来见面的。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探入式鱼竿式摄像机，可以看到那个杆探在里面。那它随着行进的，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它拍的，我们可以跟着它特别亲近的走进我们的文物，又不会对文物的发掘过程进行干扰。哎，所以我们看见现在这个青铜件哈，这个柱状体的啊，有点带四方形的还是菱形的，我们现在看不清全貌。看不清，但是它的纹路，我刚才看的基本一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象牙，哦，这是一个陶片吗？陶片啊，这是一个长颈湖的一个陶器。长颈湖，对，它被打破了，但是叠压在这个被烧过的这个烧得开片了啊，开片了，这个上这个象牙上。但是呢，
大家别小看这个陶器啊，虽然它是一个陶器，觉得就是没有那个什么青铜器啊、金器啊这个贵重，但是呢，它作为我们断代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青铜器和金器啊，还有玉器啊，它可以用很多年传承下去，它不会坏。那么陶器呢，用一阵它很容易这个破碎，一破碎的话，它就要制作新的。那么每一次制作这个新的这个器型啊，它会带上这个工匠的这个特色，还有这个时代的特色，所以在陶器对我们断代来说，以后判定这个咱们这个坑的年代，有重要的意义的，这是。这个弧度包括上面的颜，这个颜色，我们让我们导播多给我们切一会儿这个陶器，因为我们昨天没有看到陶器的样子。这个上面是颜色，会是彩陶？不可能是吧？这应该是浸进去的。它是这样，这个陶色呢，它是。我们叫它这个橙红桃吧，有点带橙色，带橙，我们吃那个橙子里的那个橙红的那个意思。但是呢，我们看见的表面呢，这个黑红之间的黑色的呢，是咱们这个灰烬和木炭附着物在上面。但是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粗的这个颗粒，还有一些，有点亮晶晶的一些这个，这是我们叫的夹砂陶。在这个它在制作陶器的时候呢。为了使让它这个耐火烧不容易破裂啊，对，所以呢就加了一些我们叫做夹砂，就是一些云母矿啊，还有一些这个贝壳的那个粉啊等等系列的，反正就是这一之类的放在里边，所以呢它烧制的时候呢就不容易破碎，对啊，但是呢它也对，因为我们昨天直播的时候没有看到陶器，之前一号二号坑肯定有很多的出土啊。这个陶是古人非常伟大的发明，因为随着谷物食物的这个大量增加，你要去加热它，把它煮熟，那个植物的兽皮的都不行，所以要发明这个陶器，所以用火烧制陶器也是我们新旧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个界限。同时我们一号二号坑出土大量陶器，证明我们三星堆农业的一个发达，可以看作我们发达的一个标志吧。而且我们出土了之前有很多的尖底物的这个盏，是吧？尖底盏陶器，对，我们出土了很多这个尖底盏，还有尖底罐，还有出土了很多的酒器和这个食用器，对，比如说酒器有陶壶，这个陶壶呢，当然是跟二里头文化的有关，但是更重要的，熟人又自己出了一个，我们叫它做，三足形这个吹气，就是那个大家说的那个火锅，对，大家说类似这个火锅的这个器型，它有三个大的这个带足，然后器身呢有一个圆，一个比较圆比较深的这个壶，对，这里边呢可以容水，而且我们还有它这个上边吧，还有一个一圈口沿，这个沿呢也可以摆放菜，如果我们在锅里边煮着，也可以说起火锅，陈老师就是滔滔不绝。一会儿咱们有时间再详细给大家讲解这个。好的。因为之前还发现过很多这个尖底儿，说怎么用呢？然后有一些盖碗的底下有沿儿，就像咱们现在用的盖碗一样，所以很多东西值得说。稍后我们再继续说。那么这一时段的这个现场的直播就告一段落。我们也期待着发掘工作的进展，有更多的新发现。好。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考古现场，我们回到北京演播室。今天我们演播室里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石敬松先生。石先生您好。你好。石先生是商周考古学和商周青铜器的研究专家哈，也是刚刚从三星堆回来哈。那对于这一次的考古发掘，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新发现的六个坑和原来发现的一二号坑有什么异同，新的发现会对过去的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带来怎样的挑战，会在哪些方面推进我们的认识，又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围绕着三星堆的两个坑的时代性质成因，还有这个器物的含义功能，都做了很多的这个解释，而且这个研究呢进一步扩展到当时的文化、社会、宗教文化交流等等，形成了多样的解释的理论体系。我们今天说这些坑是纪事坑，这只是一种说法。那么关于这个坑，如果它是纪事坑的话，它纪事的是
谁啊，祭祀的对象是什么，谁来祭祀的，这些都有种种的解释。所以新的发现将会对以往的种种认识、种种理论体系加以检验。包括这坑里埋的器物为什么都有砸过烧过的痕迹哈、啊、有太多的谜题需要破解了，希望这一次的这个发掘能够解开这些谜题哈。那我记得您之前文章当中说啊，说1986年那一次重大发现哈，最重要的价值就是重构了中国青铜时代一个文明图景。那在您看来的话，三星堆文明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上、文明版图上，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三星堆文明是独具特色的啊，我们要归纳它主要的特点，那它就是王权和神权是并存的，而且我认为这个太阳崇拜占据了一个主导的地位。那么当时的社会上层啊，控制了一些贵重的资源，一些主要的这个生产技术，还有这个手工业的生产，那么这些社会的贵重器物都是用于这个宗教活动的，而不是用来体现个人的身份等级。那么这些重要的特征呢，和商文明相比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三星堆文明是长江上游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独具特色的一个区域性的文明，它可以和商文明是相媲美的啊。我们可以说这个三星堆文明它丰富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多样性，它在世界古代文明的谱系中也是独具特色的。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一次考古发掘啊，昨天有很多关于三星堆的话题都上了热搜榜啊。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特别老的问题，就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在问说，三星堆是外星文明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都30多年了，大家还是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呢？首先这肯定不能说它是外星文明啊。那么我想，人们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有一个臆测的前提，那就是认为古代文明它都是已知的，甚至是单一的。但实际上古代文明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很多文明还处于探索之中。我们不能因为它是未知的就认为它是外星文明或者是域外文明，我们考古学探索的就是未知。那么为什么这个话题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啊？我想也许是人们希望考古学、希望科学对所有的问题都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实际上呢，考古学、科学总是不断地面对一些新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的探索也是长期的。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么多的惊喜哈。那刚才您说到说，三星堆文明肯定不是外星文明，您的依据是什么？三星堆文明是在当地的文化、史前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个基础上啊，在四川地区那就是宝墩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当然，同时它也吸收了很多其他区域文化的因素啊，长江下游的西北地区的，包括中原文化因素，它是吸收这么一些不同的一些文化因素形成的一个文化，而且它以后它也不断的发展融合，一直到清汉时期汇入了中华文明这个统一的进程。所以我们是可以看得到有考古的依据，那当然它的发展是有前因后果的，是有脉络的哈。好，那在刚才的直播里啊，我们在4号坑里呢也看到有一些陶器。陶器虽然说非常的常见，但是它的作用啊千万别小瞧了。专家说，陶器容易制作，容易破碎，成本又很低，因此呢，人们不会把它当作传家宝来收藏。但是这么一来呢，不同历史时期的陶器也就和同时期的人表现出了高度的同时代性。正因为陶器有这样的一种特点，考古学家经常用陶器来做历史定期的参照物。那么对历史如此敏感的陶器，表现了三星堆人的哪一些偏好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刚才在直播当中看到的一个造型奇特的陶器，它的学名啊叫陶三足吹器，它的下部是三条胖胖的腿，上部的盘面大圈套小圈，看着是不是很像我们现代人吃的火锅啊？
专家推测哈，这是三星堆人用来烹煮食物的器具。上面的盘面分内外两层，外层可以盛水或者是置物，足下可以生火，从而把上部盘圆里所盛的食物加热，感觉跟火锅的原理差不多。看来四川人对于火锅的热爱是有年头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件陶器，它叫陶糕饼豆，也是三星堆常见的陶器。它身材修长，中间细长的部分是饼，上面有一个浅盘。专家认为它也是装食物的器皿。您可能要问了，盛食物的盘子为什么要做那么高呢？专家推测，这可能和三星堆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因为在夏商周时期还没有桌子这些比较高的家具，大多数人啊都是席地而坐。这种糕饼豆的高度啊，坐在地上拿食物正合适。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一些出现在了之前发现的一号坑和二号坑，其他的分散在了三星堆遗址的各个区域，其中酒具种类繁多。这个就是一套完整的酒具，大的叫陶盒，相当于今天的酒壶。它和陶三足吹器一样，都有三条腿，非常的稳定，也可以在火上加热。它周围的叫平行杯，相当于今天的酒杯。酒壶有了，酒杯有了，火锅也有了，约上三五好友吃火锅喝小酒，看来三星堆人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巴适得很。从今天四川人的身上，是不是也能够看出相似的生活态度呢？三星堆遗址的四号坑，2020年10月9号启动发掘。在考古发掘的过程当中啊，随着上层的填土逐渐被清理，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有大量的黑色碳屑分布在坑里。这些碳屑来自哪里？是源于某种独特的祭祀方式吗？从2021年12月份考古队对四号坑发掘的工作现场看，在清理了上面的填土层后，靠近坑底部出现了大量黑色碳的痕迹。它的东南部有一个土台子，我们判断的有可能这层碳就是从东南角这个角落倒进去的。这里面的碳呢是铺满了整个的坑，最厚的地方有50多厘米厚，最薄的地方大概10厘米左右。考古队员介绍，从四号坑的考古中，他们发现在坑的内壁上并没有过火燃烧的痕迹存在，只是在坑中的一个角落处出现碳屑明显增多迹象，特别是东南角的土台子附近碳的厚度最厚。这也佐证了古三星堆人在坑外燃烧器物后将碳屑倾倒于坑中的猜想。可能在别的地方，或者在可能离坑不远的地方举行某种大型的活动或者祭祀仪式，可能他们燃烧了很多有机物，既包括竹木类的这些可燃物，可能也会加入了一些就是像布啊，这些一些服饰啊、衣服啊这些东西，有可能最后就倒了进来。考古人员在三星堆四号坑向下发掘的过程当中，除了发现有大量碳屑的痕迹之外呢，还在碳屑层的下面发现了大量的象牙。象牙表面整体呈一个黑褐色的状态，这些象牙是否是在推测为祭祀的过程当中被烧灼之后放入坑里的呢？在剥离四号坑中的碳屑层以后，象牙显露了出来。据考古队测算，四号坑中目前显露出来的象牙数量有30多根，有的已经断裂成一节节的状态，其外观也与我们平时见到的乳白色的象牙大相径庭。通过我们肉眼的判断嘛，就象牙呢，目前看到的就是呈黑褐色，就是表面呢很明显是像被烧过的一样。象牙是否也是在坑外的祭祀仪式中被火烧过后被放入坑中，之后又在上面覆盖上一层碳屑呢？考古队员也有另外一种猜想。这象牙目前呈现出来的黑色，是不是碳浸染的缘故？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当时的碳可能还是热的，就是还有那灰还是热的，就倒了进来造成的。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科技性的分析，才能有比较更准确的结论。昨天的直播当中，我们看到考古工作人员对四号坑的一根象牙做了提取之前的保护和准备。按照考古现场的工作安排，接下来我们很有可能可以见证象牙的提取。我们再一次把时间交给三星堆演播室，广权，时间交给你。好的，春燕，我现在呢是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现场的演播室，还是请到了我们三星堆遗址一号、二号坑考古队的领队陈显丹，还有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的队员四号坑的负责人许丹阳。刚刚我们在一个短片当中的采访也看见小许了，许队，刚刚我们看到四号坑的全貌，里边有很多的器具，什么铜器、金器、象牙、陶器、玉器等等。您觉着，这个你们这个坑的镇坑之宝应该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还是刚刚我们已经展示出来的那件铜器，就是不知道是人还是鸟还是神鸟，就是非常期待之后进一步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感觉它肯定是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很有代表性。我们和观众也一起期待，我们等着它赶紧露出全貌的那一天。陈老师，您觉得哪个最感兴趣？从坑里边出土的郑重的器具，要说感兴趣哈，都比较感兴趣。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哈，比较贵重的啊，好的呀，什么这个玉呀，但是我们重要的这个陶器啊，也不可忽视啊，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也是断代比较重要的一个。断代的依据的在类型决赛。对，因为它陶器一个是断代的作用，还有一个它出现在礼器众多的这样的坑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比如它里边是装着吃的酒，好酒好肉，装着粮食，或者它里边会盛一些祭祀用的东西，这个确实是不是特别好看。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虚拟画面还原的就是我们三星堆的3000多年前的古蜀先民们生活的一个居住的场景，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就刚刚陈老师也提到了，他们当年86年考古就是在这个三星堆遗址公园的这个附近来进行考古发掘，所以我们就在脚下的这片先民的土地上来用虚拟技术还原出当年他们生活的一个场景。我还可以推开一户人家的门进去看一看，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的我们家里演播室介绍的糕饼豆，还有刚才您提到的那个火锅，传说中的火锅，虽然是不可能真的是火锅，那个三足器，都可以在这样的居民的家中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陶罐啊，这是一个我们模拟出来的生活场景，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的场景，我们只能通过想象来去推断了。陈老师，您看到这样的我们虚拟出来、模拟出来这样一个场景，有什么样的感受？觉得可能真实吗？基本真实吧。基本真实。对，就是因为我们要还原它，只能靠我们发掘出土的这些陶器或者房屋遗迹啊，这样通过这些信息来处理它、还原它。那么是刚才所看到这些陶器，它有装粮食的，这个有盛酒的。还有装酒的那个酒壶，这个我们现代人都还在用的那种东北人、这个日本人那种酒壶，都还挺多的啊。也就说明当时的这个瓤酒业啊，是很发达的。同时呢，也说明当时的农业经济也是很发达的。没有粮食的话，对，怎么拿什么酿酒？拿什么酿酒呢？所以四川的这个名酒都可能跟这个传统文化也有关系。好，那下面呢，我们赶紧进入发掘的现场，去看一下我们四号坑的提取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四号坑所在的发掘舱，很多工作人员正在做象牙提取的准备工作。
因为象牙的提取呢是要在涂抹、石膏、加固之后，经过一定时间的自然干透，才能具备提取的条件。那如果现在是进行提取，就说明石膏已经干透了，是吧，徐队？对，昨天我们已经对象牙进行了加固，经过一天的时间，现在已经具备了提取的条件。哇，这象牙裹得像粽子一样，层层保护啊！这是都是什么样的保护措施？这现在包裹的这些层？它主要是用的是那个石膏布。石膏布。对，现在昨天我们看的不是从已经抬起来了，对，抬起来了。石膏布。这个因为这个象牙啊，我们看着好，表面看着好，实际上它里边已经经过这个火烧，这个敲这个夯打，和埋藏这么多年，实际上里边已经都很糟朽了，所以提起来是很不容易的，这弄回去之后啊，咱们还得要在实验室里边进一步采取保护的措施，采取我们现有的一些科技手段，要把原来的一些水分要置换出来，注进新的，我们就是可液的一些这个保护的液体，让它保持一定的这个湿度，看两个人让它散架啊，两个人抬起来，底下垫着一个板儿，加本身这个象牙的重量就有几十斤重，再加上石膏一去，它就更重了。而且象牙埋藏了这么多年以后，会比原来轻还是比原来重？比原来重，要重，为什么呢？它的这个湿度增大，埋在下边，另外呢一些那个泥土也渗进去，所以相对它的重量有些石化啊，是吧？它不是石化，是泥土渗进去。石化的话，那要更多年，要很多年以后的。这个大概有一米多长了吧？这个象牙啊，一般出土的这个象牙最短的都是一米多。有些多的长的哈，可以接近两米。就是一米起步。对，说明它应该是一米二一米二以上起步啊，就是说明它对于能放在这个坑里的象牙的形制大小是有要求的，是可以这样理解吗？小的不行。不是小的不行，它应该是成年象的。成年象的。应该是成年象的，所以它因为我们没有发现有什么这，比如小象的，应该都是成年象的，应该说这方面是有要求的。许队现在是放在我们的这个吊车上，这是一个专门为提取象牙定制的一个装置吗？这个装置呢是在我们发掘过程中已经用到了，就是在我们前期的清理过程中，就是不能直接的踩在下面，对，我们就是趴在这上面进行清理的，这是我们的工作台，现在也利用这个工作台呢进行象牙的提取。一次只能是提取一根儿。对，一根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因为还是比较难提取的。我看吊篮能够把它直接运到坑边上。对，关键这个吊篮我们最早的有点摇摇晃晃的，所以还得非常小心。对，控制还得小心翼翼的控制。好。哎呦，看的还有点紧张呢。是对，因为它是晃动。对。盼着他赶紧平稳的到坑边上，对，能够平稳的着陆吧，对，然后再对把它运走啊，抬下来了，平稳着陆，这就更难了，这要体力了，你要抬出去，这大概有多重啊？有多少斤？可能是加上这个石膏有100多斤吧，应该差不多。对，因为我看两个小伙子抬起来还挺吃力的。下边还有厚厚的一层。这个支撑它的这个土连着一块儿，再加上这一部分呢，起码都是100多斤，然后再一次固定在这个板上，对，它避免滚动。许队，这个是要抬到我们的就近的实验室，还是说直接运走？直接运走。现场我们会这个专门运送这个象牙的保护车，保护车已经在现场了。为什么这个不能直接到咱们的实验室去保护？因为太多是吧？没有地方存放。对，这也是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象牙这种作为有机物，就是保护难度更大。可能现场我们临时的实验室目前还不太满足现场保护的要求，就是要加紧的运走。所以就运去哪儿呢？运到哪儿来保护它？就运到我们的文物保护中心。文物保护中心。现场还是有一个登记的手续，
对，要履行一下，这个是必须的，必须的啊，因为我们考古这个田野管理和出就是取器物都必须要编号登记啊，然后就是送到文物保护中心的时候，他也要登记啊。感觉像拿这个计算器在算数是吧？刚才，是许队。刚刚拿的是我们那个田野考古系统的一个扫码工具，也就是我们这个每一个器物，包括象牙，包括其他，都会有一个标签，上面有个二维码啊，有二维码，扫码入库，对，啊，扫码入库，对，我还以为给他称重呢，不是，这是人员交接的仪式啊，对，都要互相签字的，嗯，这是严格管理的。就每一根象牙，或者说每一片文物上，每一件器物啊，都有它独特的二维码。对，有它自己的编号，上面有名字。哦，对，上面会有详细的位置信息，都会记录清楚。哦，看象牙拿走以后留下的那个，对，留下一个镶嵌的痕迹。这个坑儿，就是钥匙啪起来以后，正好看见下边又有一件新的器物，这该多惊喜！但是这个已经是看的是已经生土了。对，下边已经没有出来新的哈。对。但是这只是一根儿，旁边还有很多根儿，我们期待着。哦，还有好几十根。对，我们期待着这个象牙都提取完以后，会露出更多的奇奇怪怪的青铜器。期待。好，还是再把它绑得结实一点，没关系，外边有石膏勒紧一点没关系，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象牙的本体。这个运送的过程当中，放在车上。也是一种挑战，开车也得，他得要有那个应该做的有包装箱吧，哦，包装箱，它的箱里边它有那个剪整的那种，哦，固定那种泡沫啊，还是那种，对，我们会使用就是专门运送文物的那种车，多层的，对，哦，多层，哎，这挺沉的，两个人要使劲的推，两个人可能还有点费力，嗯，怎样出这个舱门，嗯，还得要。好好的，外边有人接应，外边接应，对，你看好沉呐。好，好，这就是出舱了，平安出舱，对对，这个象牙说：“我已出舱，感觉良好。”但是这儿还有一点距离啊，要出大棚。对，这个棚子有个台阶。说他们出了台阶，台阶还要大棚外边还有一个台阶，嗯啊，所以这个还得特别的小心。这儿还没有台阶，出去以后出去还有一个那个台阶啊，还好。对，你看后下边的那个车已经在那儿等着了。哦，你看这个下台阶特别的小心。陈老师，当年86年的时候，我们的象牙出土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待遇？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就完全就是表面给它简单的处理了一下，哦，就是加固了一下。然后就全靠都是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些设备，没有石膏啊这些，没有宝石，石膏有，嗯，但是没有这些设备，也没有那么多人。那个时候是抢救性的，对对对，不像现在主动了，我可以慢慢的，对，怎么做好我怎么来。对，那个时候是你得赶快，怎么快把东西完整的取回去，那就是啊，是那会儿是抢救性发掘，对，叫抢救性，是遭遇战。现在我们打的是主动性发掘，是一个有准备之战。对，那个时候专程的取土的跟着我们屁股后。哦。你在这儿挖，他在你屁股下面挖，他撵着你呢。你们赶紧干完，我好取砖。对，要不就找你那个，找你，你要说事儿。所以确实是那会儿的不工作的环境。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24小时？24小时啊，进行。那个时候又是夏天，蚊虫又多，我们就搭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竹棚子，盖到上面我们就开，挂着灯，就开始干。嗯，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我们离开了四号坑，离开了许队的负责的四号坑，我们带着许队到隔壁逛一逛，看看五号坑现在的提取工作的进展。这是在提取一个牙雕哦，这是牙雕啊。对，被盖住了，边上可以看到有牙雕的碎片。它现在盖住的，这是用一个也是一个湿布吗？是要保湿吗？还是这是一个用竹
竹镊子小心翼翼地盖住。对，它盖住的这块就应该是要提取的那个牙雕，但我在边上看见了一个金灿灿的金箔片儿。啊，这个坑它就是主要就是埋藏的这个金器，对，玉器和这个牙雕。对，昨天我们直播当中也看到了五号坑繁星点点的金箔片。坑虽小，但是埋藏的东西很精致。我们看见五号坑的全貌，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已经用这个保护膜保护起来了。现在呢，露出的只是需要提取的这一部分。就是现在进行到这个步骤比较可惜，我们看不到那个牙雕上比较精细的。以前我们出土过一号坑、二号坑出土过牙雕吗？有点碎片，但是很少。完整的没有。完整的没有。哦。但是这个坑呢，我们看了之后呢，将来肯定会，就是拼对出一些完整的，或者是稍比较完整的一些器皿，那个大致你看开始再取了，再取了、哎，哇，这个难度也比较大。刚刚这两个极端，刚刚是特别大的象牙，现在是特别小的牙雕，对，要小心翼翼的提取。而且一般它的大小的程度也就是几厘米，哦、能够上五厘米的。对，我看到了，看到了，像这个算是比较大的了。这上面这个纹路、非常清晰，这是什么纹？雷云纹是那个菱形纹，菱形纹、这个云雷纹，云雷纹，对，是云雷纹，也是我们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哦、像这么小的有机质文物所做的这个准备工作就会更细致一些。我们看到它是要先保湿，然后要加固，这样才能把它提取出来。哇，精细工作，轻轻的抬起来，两小片。断裂开的，断裂开的，嗯，这连到一块儿还是算是比较大的了，比较大的了。哦，对，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两厘米左右啊，一厘米啊，你看这个还算不小的。哎呦，起来了，抬起来 了，放在我们的、这个一个保护盒里。对，如果能再发掘更多的这样的牙雕拼起来看，可能会是有一件大的器物吗？大的器物，有可能，有可能的。哦，这是我相信，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虽然它很小很碎，但是里边很多这种小碎片。啊、哦！但是这以后我们的文物医生们要慢慢的这个做手术，去拼对。然后现在已经到移交到坑外了。对。你看又是个拍照存档、啊。对，存档、底下有一个比对卡，看它大小是吧？对、那个比例，然后二维码。二维码。对，全套。这是他的身份证。刚刚那个二维码和他就是一样的。一样的。对，就是同样的程序。嗯。陈老师之前跟我说过，说我们很多考古的一些工具，就跟牙科医生用的是一样的。今天用来提取牙雕，正好是牙科医生，我们变成了牙科医生。这个尤其是文保的也是，包括这个一些，尤其是要精密加工的，要修维修的，都是基本牙科的。哦，都是牙科的工具，用来提取象牙和牙雕，正合适。小的、精细的一些，对对。拍照存档，每一件都要有。过去呢我们还得要绘图，提取的时候用手、那个时候手工绘，对对对对、照片当然没有二维码、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机，对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断层扫描的那种绘图，我们只能用手工来绘，对对，完全只能手工。有了那样的绘图，就可以完整的还原整个过程，可以知道它在哪儿出土的，它的位置，在坑里的大概的情况。但是当时你们只能通过手绘来进行这样的工作，也就是你只能通过坐标来。现在你看这个有了这个三维这个扫描啊，很方便。你要复原它它的层位、它的点位、它的坐标系统，很快那个数据就出来了。好，我们又串了个门是吧，许队又回到咱们的四号坑。看现在四号坑，我们的工作台又进去了，这是要提取下一个物品吗？我们来看一下进行什么样的工作。近距离看一下，哦，这是覆盖下牙，保湿。哦，现在要覆盖了。覆盖。对，因为取完了。取完了。先把那个，然后这些待下一步工作了，它要逐步的再恢复到。就是取之前要把它那个重新打那个保湿的那个
重新敷一层面膜。对，因为这个象牙不能暴露太久，就是上一次就是中午刚刚把毛巾就是揭开，现在呢要赶紧的把它给覆盖上，覆盖上就是及时的保湿。哦，第一层是这样的保湿毛巾。对，这个毛巾呢就是经过清洗，然后经过高温消毒，然后覆盖好之后呢，上面会再覆盖一层就是塑料薄膜。塑料薄膜，对，防止水分的蒸发。哦，这是第二层，然后就再捆上。嗯，不用捆，就是在就这样盖上。现场还没有提取的就不用捆。提取之前不需要。就说两层，等着下一步要进行再深入发掘的时候，清理的时候再。要清理什么地方，再揭开什么地方。但是这样的工作大概隔几天就要做一次。对对，平均就是四五天就要做一次。四五天就要做一次。37根象牙。是。刚才提取了一根，还剩36根。还有36根。隔几天就给36根重新全部保湿一遍。那是说不准的。没准下边还有。你把这上边揭开，说不定就还有压着的。对。啊，所以现在只是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么多，37根。嗯。一点一点的把它盖住，进行保湿作业，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精细的工作。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把实验室迁移移到了这个田野这个考古工地来，这就是能够及时的保护文物。所以这就是考古的田野考古的一项进步吧。对对对，巨大的进步。我们把田野考古已经变成了跟实验室考古相结合的一种形式啊，这是我们技术进步带给我们的，让考古工作更加顺利进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刚刚我们不是把牙雕提取出来了吗？那现在这个牙雕已经取出来，送往了我们的有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进行一个初步的观察和清洗。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正在那里采访的我们的记者赵晶。赵晶。好的，广权。那么刚刚呢，一枚小型的牙雕就在文保人员的护送之下呢，是来到了有机质文物的应急保护室。那么一般呢，从坑内提取的小型的象牙制品呢，都会先被送到这间保护室进行观察和清理。现在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文保人员呢，正通过显微镜正在观察这个牙雕上面究竟是怎样的纹饰呢？透过屏幕，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枚牙雕上呢是菱形的纹饰，同时呢在象牙的表面还附着着一些其他的物质。像这样的小型的象牙制品呢，送到有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之后呢，第一步就是要在显微镜下呢进行观察，之后呢还要对它呢进行清理。清理象牙呢，是要用没有杂质的蒸馏水，然后呢，再用毛笔、小刷子一点一点的清理掉象牙上的泥土。如果遇到坚硬的附着物的话呢，就需要用到木刀做清理的工具。而且呢，更细致的这个清理工作呢，就需要在显微镜下来完成的。因为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屏幕上的图像啊，发现到其实就在这些菱形的纹路之间，会镶嵌着这些泥土，所以呢，要做到细致的清理呢，必须要在显微镜之下来完成。那么，在这间有机质文物的应急保护室，不只要进行这个观察和清理的工作，在这些工作结束之后呢，还要在现场啊，将清理完毕的这个象牙制品呢，是放在包装盒里面，然后呢，将它是送到下一步的这个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那么现场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这个文保人员。我们看到这个桌面上有一个专门存放象牙的保护盒，那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保护盒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呢？这是一款保湿保存盒，我们主要是为了防止那个出土象牙制品它因为失水而发生一些开裂等病变，然后我们就与那个高校合作，专门制作了这样一种盒子。在盒子的底部，我们是选用了一种缓冲材料来作为衬底，然后把出土的象牙制品放到这个预留的槽子里面，再其次在上面铺盖一层仿生的保湿材料，这样子我们的象牙制品就会处于一种锁水保存的状态。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象牙来说呢，这个保湿是非常的重要啊。另外呢，也可以看到，在文保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用到了一些新材料。那么在这里包装完毕之后呢，这些牙雕制品也将在下一步送到文物保护的修复中心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广权，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赵晶。那稍后呢，我们将继续关注文物提取工作的进展，可能会有一件重器将要提取，我们稍后见。